家常家野菜拢已传好啊，等伊比赛赢，等来厝内，我才来好好替伊庆祝一下。就无好嘞，啊对了，你妈嘞？无伫啊，伊讲按时有一个活动伊要参加。佮无伫个厝，我即摆说时间有甚物活动好参加啦？我看一定早起约会，真正是热恋期。甚物热恋期啊？啊，就你妈伊个。啊，你家顺转来啊。秋，下课了。文昌，你来佮请假安尼啊？你敢知影你变到安尼？我真正就唔甘嘞，啊！你一个唔甘啥？这是阮家，我穿啥物哦，是我的自由啦。你这是要创啥？我是来跟你解释的啦，你应该有看到迄个记者会吼，拢是潘文良用黑白讲话啦。我甲伊真正无啥，嘛无可能去爱着伊。我这世人就干那爱你一个人尔。哎，我看是来不及啦。迄、那个潘伟良就是一个大怪咖，谁人甲伊绑着关系哦，一世人都乌有去啊！你看连文泽都知啊，啊，甲伊结婚了，怎么离婚尔？规人都走进去，袂输甲一只火鸡母共款。我甲伊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潘伟良今麦伫咧记者会讲啊，这么清楚啊！哈，所有人都认同恁两个今麦是一对哦，你一世人的名声已经乌有去啊！我都想无咧 care 啊，啊，这人看起来翘翘，啊，谁人甲你的清白安尼毁掉啊？真是丢脸！我安尼做嘛是不得已啊！我是要好好做工课，我嘛唔知影代志哪会变到安尼。玉茹，虽然讲咱两个人今嘛已经无关系啊，啊，不过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好的对象。不过潘伟莲伊真正，你后盖想清楚，选一个好对象。我就甲你讲哦，甲潘伟莲真正啥物拢无，那有啥物好盖啦？拜托你，莫讲我坏话好不？哎，啊，我知啊，啊无安尼好啊，你这么爱开记者会对不？你搁开一个丁谦记者会，哦，要唔我即卖包括一个拢足好写的，啊，看电影生一个囝，无得家己认为讲哦，啊，你是因为刚办咩比赛输去，啊，所以气破面，哎，还是够严重。我不爱，我不爱变干的。文正，我拜托你，你跟我讨三公好不？看在咱过去的情分上，你去替我澄清，我的心内就跟他你一个人尔。啊，歹势啦，我即摆已经结婚啊，我无方便出面替你讲任何话，而且嘉顺嘛要下班转来啊，为着避免无必要误会，也是离开啦。我不，我不爱走，我要伫留伫你的身躯边，文章。我拜托你，莫放弃我，好不？我所做的一切，拢是希望会当让你搁看到我尔。我拜托你，你莫放弃我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莫把我杀鬼，好不？文章，文章，哦，我们今天的前不胜正，今天比赛结果就是安尼啦，好好起来啊，嘿。各位观众，即摆看到，即摆正讲看到，狐狸姐，咱着即摆来安塞，到底安怎做嘞？真正是刺激、刺激、精彩、精彩。阿金好啊，你剧情也是一直 repeat， 观众看了嘛也是。阿个你 Carol， 你的演技也是无爱改良，真真，观众嘛是无想要看。你看，同款的 pose， 同款的台词，你袂神，我拢看了神啊。老公，你应该怎样抓走？我问你，给我。老婆，辛苦你，你等来啊。老公，我最想你。文昭，你敢真正决定，让你放弃我？Carol， 歹势啦，你若是想要做伪熊，才麻烦你哦、喔，去找别张尤加利树，因为文章这张树啊顶款已经有我，我希望是闲人勿进，吼。
这全怪我不对 ，Carol， 请你注重。Carol， 我当了解你无想要失去文章的心情，要唔过代志拢已经变到安尼，你嘛输我输到这么凄惨，我就希望讲你会当卖个对阮文章狗狗的，你不听人讲过一句话。做人啊，就是爱拿得起放得下。既然代志拢变安尼啊，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得卖个死皮赖脸。那不然我家己就卖光。文章 ，Carol， 我祝福你，会当拄到一个好对象，卖个找亲像潘国连这款的渣男啊。表叔讲哦，你是一个敢来样做工课的直男，想不到你竟然是一个宠妻魔人呢。当然啦，老婆是出来听的呀。大嫂，你拄食真正足无风度的呢，比赛拢已经赢，你安尼讲，客户讲遐歹听的话，你真足无水准的呢。是啥无水准啊？哎，拜托的，是恁哦，不甲即出。啊，结果啊，不是同款输啊，阮，佮输到这么凄惨着。哎，我看哦，恁遐迄几个智商加起来拢无阮真普管。这，那你咧讲一句话，我认同啊。多谢你这么耳聋好生。是，我真正病都甲你讲，不过真正衰尾，再甲你这种查某人做伙啊，不参求我，哼，温柔体贴，佮有爱心。阿金，无你有啥物意见啊？哈，无啦，我是拄仔从楼卡接受着迄外星人的讯号，听着迄外星语有淡薄的爱笑。我这病都跟你讲啊，怎样哦？都这么看到啊 ？Carol 今嘛情绪哦，真就无好个呢。啊，伊是我的朋友，又个是你的下属，你都有时间。替我好好关心你一下，麻烦你啊吼！林永生，哇！吼，文珍啊，你是耍只食伤多，读到歹代志哦！你竟然叫家己翁婿去关心别个查某，你莫袂记哦，这内底哦，记录上歹的人就是你。阿金，我嘛是足想要去关心 Carol 的，也毋过，迄八卦记者即马，甲我甲潘威廉遐个黑历史鬼拢呕出来，迄记者就惨出你共款啊！我就八卦一直找我的麻烦啦！唉，这么紧张的代志，佮讲啥这么大声的？像佮你无代无志去找 Carol 佮潘慧莲做伙合作，你就是要去就好讲家己的卡，活该！哎，黑行员，我是时尚名媛，就有新闻价值哎，好不好？而且哦，即马我若是去关心 Carol， 啊，唔知影遐。你记者会甲我写做这啥物款的吼？嗯，啊，搁再讲啦，佳瑶嘛无写做遐尔硬吧 ？Carol 家也是阮哥哥呢，啊也看袂上某佳瑶啊，有啥物好烦恼呀？诶，你即摆即句话意思是啥？你是讲我写做歹事啊？啊，毋是啦，佳瑶，我意思是讲哦，你无遐尔有名啦，吼，快收起啦，不一定要等麻烦你啊，替我好好关心一下 Carol 哈，拜托一下啦。恁家的少年佬拢想切啊！廖尊讲，家己有法度掌握家己的婚姻呐。我跟你讲话，等下你食到我这回，你就知，你就知这个代志哦。迄计划是赶不上变化，莫时到才出代志才后悔。好啊，阿金，你莫底下唱衰阮。我甲佳瑶足幸福的，阮一定会足甜蜜一世人的吼。老公，今仔我要庆祝阮赢，所以庆完的时阵哦，我有烧酒要去海龙湾酒吧庆祝。你敢要做下去？这么晚，我的水某要带我的囡仔出去佚佗，我哪会放心？当然做下去啊！好啊，那恁咱先吃饭，吃饱了后再出发。好啊。哦，讲我吃饭，我不多看到嘛腰呢，我来找我们等你吃饭哈。我先来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阿金，拜拜。拜拜。
哎，哥，啊，你今日要煮什么呀？我是煮意大利料理。我有煮马德里海鲜意大利面、芝麻叶鲑鱼披萨、威灵顿牛排、甜点哦，及提拉米苏。哦，听起来刚刚就好吃的呢。我要来吃。哥，啊，回头你要去庆祝买什么物件？恁来暗顿，我来吃。没事，没事。我爱先吃一挂，再个饮酒，才袂这么快就醉啊。康爸嘛无好啊，那是要吃，叫林阳煮啊。好呢，我先来吃饭啊哈。小雅，看麦，你个看麦，我哥哥对你做这，做遐尼侪代志，啊你嘞？啊，自结婚到今嘛，我还未吃过你煮的一顿饭诶。你都明早了，不要煮食。啊，讲这了，到时我若是真正做了，我一定给你嫌的，好不？啊！你无试看卖啊，哪会知影我会甲你嫌啊？拜托，你即马你已经甲我嫌到无一块好啊，哪无可能？好啦，我今仔袂枵啊。啊，你若是要倒枵，你家己去叫外送，我要入来放。小姐，你搞懂懂啊？煮好食了。